现场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也有那个像是 AppWorks 的那个 Bird 来到现场，然后另外那个悠游卡公司的也有来到现场。OK， 在路上。OK， 好，所以那我们还是感谢这些合作伙伴这次为这么支持我们奖助金，好，让我们可以去走下去。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应该就是颁奖了哈。我们这一次选出了五个团队。那分别大概得到了有40到50万的奖助金，然后供他们大概接下来半年的期间做专案开发。好，那我们先一开始，那我们就现在就来颁奖吧。OK， 好，那我们要请得奖团队来到这边。我们第一组是智慧型的植物辨识图鉴 App。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好了，对这个题目好了，他们希望能够利用。手机 app， 你可以先上来哈。利用手机 app 的方式哈，做植物的即时辨识。好，那他们一开始先把这个范围设定在大森林公园这个范围。好，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要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从一个小范围开始做，然后我们再做大。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用开源的方式做出来的话，未来有很多想象哦。举个例子来讲，我是不是有机会到，也许再过一年哦，透过黑客松的帮助。手机拿起来，我现在有一个政治人物，一扫啊，这个人贪污多少，我不要回他，即时辨识，好不好？所以这个雏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也是这次我们特地把它选出来作为在想团队的其中的原因。好，当然这个原因就开源了。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颁奖？我们请那个我们就先请 AppWorks 的那个Bird 来为我们颁这个奖，好了哈。那来吧，你拿那个。OK， 下一组台电31分切末，追，哦，刚刚的那个 App 扫描过后，App 专好可以签到台上来哈。App 扫描过后发现，这个有贪污多少钱，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我们还是需要资料啊，所以这个专案想从台电的一个敦切木已经出发啊，他们会有一个专案31播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去申请，然后他们就发现，怎么好像都立委在申请？而且好像都给相关的协会，他的太太、他的小舅什么的，这部分我们想把它揭露出来。资料一旦开放之后呢，再串联刚刚那个是威力又非常强大。OK， 所以我们恭喜这组团队哈。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那个联合报系的执行长那个联合报系愿景工程执行长，执行长拿着，好，谢谢。OK， 好，我们恭喜这组团队。OK， 除了关怀政治之外，我们有时候也要关怀一些弱势团体。而这方面其实一般来讲，有时候都是比较缺乏大家去关注，但他们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科技力量来帮他们再往上踏一步。无家者小帮手，他们这次打算透过科技的方式帮助他们去。解决资源的浪费，让更多的那个游民无家者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个中华电信的曾科长来为我们颁这个奖。那相信刚刚大家在提案的时候，应该都有听到一个阿美拱点这个专案哈。那事实上，智点或者是像之前的爱台育的这样的专案，其实在居林币一直都不曾少过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比较难的是把东西资料整合起来啊。所以这次有一个提案啊，台语文数位词库词典补完计划。那个他们这次决定要把这件事情把除了现有的线上词典之外，还有各地来的不管是史料资料或是文献资料的里头的台语词
好，全部汇整起来。好，我们现在请团队到这个台前来，好吗？优秀卡公司的那个，当然忘了，还没。OK， 好，那我们请那个这次那个计划的总监一把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恭喜太乙文主人计划。OK， 那最后一个团队他这次要把这个开放的力量做到那个马路上去大家最常经过的就是马路嘛，每天都要面对的常常在路上就是跳一下跳一下就不太平他们想利用各式各样的像是手机的 APP 跟像是那个那种 Raspberry Pi 这样的装置来做一个可以让所有人一起来群众协作这个装置的一个路况检测装置那希望这个东西一撒出去之后大家可以在自己的那个车子上面安装然后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更快速的获得路况的资讯这样来让那个团队请到这边来那我们就请那个计划总筹就是阿端我们班长可以好吗那轮到我的班好了那我就一个那科比是我们那个这次评审召集啊OK， 那颁奖大概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讲述型的 Kickoff Workshop， 所以在下午1:30。好，我们持续还会再有那个 Kickoff Workshop 在隔壁的108会议室举行。好，那2:30的这个团队的短讲会在这边，大概一组5分钟的时间。好，那到时候开干之后，大家欢迎继续去做你自己专案，但也欢迎来这边继续听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了解一下。OK， 好，那今天我们大合照。好，大合照啊，那就请所有的团队还有那个合作伙伴一起到台前来。我们可不可以在前面，然后请大家等一下站起来，就在原地站起来，然后我们从这边往这边拍一张。OK， 谢谢，拜托。拍到所有的人这样。没有，还是请那个合作伙伴跟就是那个